悉你因为这场比赛，请你跟我们说说你的感受如何，对这场比赛感受如何？嗯，就是打跟他打之前嘛，然后自己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充分嘛，然后看他的就训练啊什么技术录像都有看，就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嘛。嗯，那对自己的表现呢如何，感受如何？就是第一场上去还是打出我就自己就是自己的风格，然后中国运动员的风格吧。嗯，好。那对于对手呢，因为你说你做了很多准备，现在跟他在这场比赛已经经历过了，那觉得他的对手如何呢？对手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吧，然后我也看了他很多录像，然后就感觉他就是技术挺全面的吧，然后质量都挺高的。那你觉得对自己的表现还有哪一些地方可以进步吗？技术上还是都是训练的时候就是练，然后在场上肯定就是就是看发挥吧，就是还是自己进入状态快一点。对。那对于下一场的比赛你应该会怎么样准备呢？嗯，下一场我就是去先观察对手吧，然后再一点一点准备吧。嗯，那这是你第一次出外出国这么大的场面的这个比赛吗？嗯，这是第一次吗？算是吧，这是也最大的比赛了。嗯，